来，各位老板，我是江浩，今天介绍 BNO 这个电池。OK， 我跟这个 BNO 这个黄总哈有讨论过了哈。既然说我们联合呢，开始经销哈，经销 BNO 电池呢，我也欢迎同行来批发。哦，那这个部分呢 ，BNO 的部分呢，很多客人都秉持着这样：第一个，够不够力？好，再来容量够不够？好，小搞搞够不够？好，或者是说我吊生产够不够？基本上我们西海岸生产两个流水都够了，我相信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客人跟我一起夹过。哦，那 OK， 不要屁话这么多。我这个视频是要跟你讲，我要征求测试员。什么叫测试员？你使用好之后呢，帮我拍一些照片跟影片，中鱼的啦，齁，没中鱼就不用拍啦，齁，齁，啊，这个东西不强求 ，OK。那测试员的部分，名额的部分呢？这边，齁，黄总又给我名额的部分，测试员的部分，齁，测试员的部分名额不多，齁，测试员的名额不多，这个不是哦，是这一张才是哦，齁，这一张才是哦，我先讲哦。哦，测试过后之后审核 OK 都会拿到这张贴纸，哦，不要怀疑，这个借你们用，哦，给你们去使用，不要讲借啦，哦，给你们拿去体验看看，真的有力，哦，你觉得符合 ND， 符合你的 800MJ， 符合你的 600MJ， 你再买，哦 ，OK， 这一颗目前都只要8999块，哦，然后这边是全新的样品在那边。然后感谢这个 BNO 的黄总亲送过来了哦。那这个测试员的这个行销手法是我跟他一起想出来的。那我也欢迎你们各位钓友来我们联合做什么交流，技术上的交流。OK。